力宏又被国内粉丝叫做马老五，据说是一支最不务正业的顶级乐队，他们的名气很大，却总想着蹭吃蹭喝。这么多婚礼，看来马老五完全可以成立婚庆公司了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他们好像还承包了成人礼的项目，又跑到人家18岁妹子的惊喜派对上蹭吃蹭喝。Thank you very much. We love you. 别看马老五不务正业，但当他们认真起来，那也是真的聊。这首 Payphone 就是他们送给一位粉丝的生日礼物，没想到发行以后，却在全球十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中夺冠。是描述男女爱情的一首比较有争议的歌曲，但马老五是真敢唱，抛开 MV 中那血淋淋的画面不说，这首歌的旋律是真的抓耳。讲述的江南 style 曾在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中登上冠军宝座，但当遇到马老五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后，却只能排在第二。莱文独特的声线加上令人上头的旋律，曾让多少人单曲循环过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吧。